嚟到明德国际医院。明德国际医院距离市区只有15分钟，产科位于三楼，设施完善。我哋明德嘅助产士同埋健康助理都系嚟自世界唔同嘅地方，佢哋都好熟悉中西嘅文化同埋唔同嘅习俗，明白每位准妈妈产前同埋产后嘅需要。而我哋嘅助产士都相信每一个分娩都系与别不同嘅。我哋系好鼓励每一位妈妈同我哋商讨佢哋嘅生产计划，务使生产系又愉快又温馨。我哋有独立嘅产房嚟俾准妈妈待产同埋分娩。我哋都系好鼓励丈夫嘅陪产，准妈妈可以选择非药物阵痛，例如系坐分娩球啦。浸暖水浴，听音乐等等，准妈妈亦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姿势来待产和分娩。在母乳喂哺方面，明德医院是全港国际母乳喂哺专家比例最高的医院之一。我们是很支持母乳喂哺和肌肤接触，在妈妈生产之后，我们护理人员会尽快协助妈妈或者爸爸和 BB 进行肌肤接触。在留院期间，我们的护理人员也都是会一对一地教授妈妈母乳喂哺。是啦，靓女。而我们都是很支持母婴同室，以促进亲子关系和母乳喂哺。我们的房间环境舒适，产科病人可选择贵宾房、私家房、双人房和标准房。部分房间更加设有露台，可以欣赏到开扬的山景和海景。欢迎致电明德医院客户服务中心预约参观，了解更多我们产科的设施。